大家好，我是张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青。我们是陶先达超市训练生。6月13日下午15点，打开手机淘宝，点击淘宝直播，进入陶先达直播间，清心寡欲带你逛吃超市。哎，我们不是去当超市训练生吗？竟然只需要逛吗？当然不是了，还要吃小龙虾啦，抽奖送哈密瓜啦，清空购物车啦，超多任务的。啊？什么？听说大润发和欧尚的董事长也要来，那我们快掏空他的腰包喽！6月13日下午15点，手机淘宝陶先达直播间，清心寡欲带你吃瓜，抢总裁红包，下单的所有宝贝1小时就送达。那岂不是还没下播，人家就已经收到东西了？对呀，好厉害！